为解决军工里东山路常年淹水的问题，去年原本已经由县府设计好箱涵等工程施设，县议员罗美玲说，但是到今年都快六月份了，却由于管线的问题仍然无法施工，整个工程严重的延宕，因此再度召开协调会，协调管线迁移的问题。南投市东山路这边呢，长期受到这个水患之苦啊。那去年呢，就有跟这个公务处这边做协调。那协调结果就是说，在去年底呢，可以完成这个蓄洪池啦、箱涵还有这个固定抽水站的这个工程。可是呢，到今年六月了，我们还因为管线的问题呢，无法顺利的这个施工，可以说是整个工程是严重的这个延宕。那经过三次的这个协调，我们各个单位呢，就这个管线的这个问题呢，今天做了最后一次协调。军工里东山路当地的李明表示，这项工程已经拖延两年了，希望在雨季来临时赶快做好因应措施。军工里东山路的那个排水系统的问题已经拖了将近两年了，我有建议说从那个后面的那个蓄洪池还有抽水站先做，因为那个雨季马上来了，假如先做的话，那可能一个月可以做好，万一雨季来的话马上可以用得到，就可以马上将积水的部分抽到外面的河床，那东山路那边的百姓就不用再像以前这样遇到雨的话四年都积水，那就很麻烦。县议员罗美玲表示，协调的结果发现，有些打算施设箱涵位置的管线是无法迁移的，只能把侧沟加大，目标是在两个月内完成，因为汛期快到了，他希望相关单位能尽速完成。今天我们发现说，协调的结果是管线有些部分是无法跟动的，那只好呢，就是说把箱涵的部分呢，这工程拿掉，我们就是把这个侧沟来加大。那我们希望说，在两个月内啊，这是公务处的这个承诺，两个月内呢，我们把所有的工程都完成，赶在这个台风天汛期来之前呢，让这个军工里的黎明不再受到这个水患之苦。那我们也希望说，相关单位能够更加的积极，马上的这个动工啊，让整个工程能够顺利完成。这场军工里东山路管线协调会在县府会议室召开，县议员罗美玲表示，汛期就快到了，希望县府能依照协调结果尽速在两个月内完成，让东山路两侧的住户免于水患之苦。记者王雪仙南投市采访报道。